商人蔡志明太太蔡李慧利获政府颁发童子京星章，作为仔仔的蔡家赞在出席童军活动时就说，一家人都好等妈咪开心啊，好等妈咪开心，咁啊，到时一定会同佢食饭庆祝啊。嗯，系咪佢自己都好兴奋？开心嘅，即系呢个系一个荣誉肯定。咁啊，我哋做所有呢啲童军啊，好多慈善嘢都希望帮到有需要嘅人嘅。荣誉呢啲嘢系唔系最重要的，我觉得啊，咁啊，都系够。教自己下一代都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啊！咁平時會唔會同小朋友一齊去做一下啲義工啊？有噶有噶，佢哋都就算最小嗰兩個都有。原本今年會同劉德華做巡迴演唱會嘅趙增熙就話歌唱會延至出年，不過可唔可以順利舉行都係未知之數。呢段期間會對你工作上好大影響。我就托賴地咧，即係自己，因為由幾年前我開始做咗啲學生工作，咁學生工作就變咗今年係完全係 focus 喺自己學生工作方面。咁我自己學生工作就係包括培育一啲有興趣想做音樂嘅年青人，佢哋去製作自己嘅歌。咁變咗今年係一個好好嘅準備嘅機會，咁其實嚟緊 下個星期都會，佢哋會有啲 online 嘅 concert 會出咯，咁啊亦都同康文署有啲合作，咁就佢哋嘅歌，我啲學生嘅歌亦都製作成為 MV 喺佢哋嘅新視野藝術節嗰度播放。另外，趙增熙又話呢幾年都有網上學習增值自己，不過就係進修一啲關於物理學嘅課程。